SC6 4 FT. トマスク、ソモド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在简体很红的人 ，OneWeb。这是他了，我来找了很久了。他就叫什么名？飞仔。对，终于找到他了。这个人有来了，因为他有点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们先拍一下摩托。罗大炮抓镜头啊！你什么不好了？你们屌罗大炮。这个是什么风？这个是什么风啊？泰，这是飞仔的自己的风哦。泰国风啊喂！飞仔的风加一点泰国的风。偏摩托偏低是吧？偏低，看他那么多，看他的高度，你再看我这人，然后我半尊的状态下，他还比你更矮，很矮嘞，这摩托真的我不知道他怎样骑的，因为你在 KL 这么多的路啊，那个比较烂洞啊，你这么低你怎样去骑？对，对吗？但是我佩服他的一个就是哦，这叫摩托啦，所有东西啊都是他自己来的，手工自己，手工，还在手工，还在自己做的，看这些洞。这个架有卖的吗？他不要，他自己来，自己用手工自己来车出来。对，这种就是一个讲讲哎，热爱摩托的人喜欢自己手工来，类似像。可以，来我们先看他的前面，很低嘞，很低，真的很低，这辆摩托。我不知道你怎样架啦，你大概还这么小条。你看那个 ，adjust 跟离地上。对，哇，因为每个我来到 TL 啊，每个跟我讲 TL 的路很不适合小三亚走，因为很小条，又用 alloy rim， 这 KL 的路不像我们 JB 路那么宽，会比较多乱洞，而且很多地方就转弯。你讲价哦，不明白。是，你的朋友每个在我身边讲，很佩服你嘞。看到他的 disc 哦，很漂亮。这个是泰国版的，泰国版的 disc， 类似像泰国版的推车轻，我轻。看到他整辆摩托黑色，但是他就是用那种荧光轻来配。展现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飞仔要这边轻跟暗方面轻吗？为什么？罗纹，喂，你先看到轻，哎，摩托低，很低，罗纹，看到后面轻，哎，暗轻，罗纹，很耀眼，很耀眼，一眼望去知道这两摩托是抖罗纹的路线。OK， 我问你，它的 engine 有改过吗？ engine 原装的，哦， engine 是原装的，这辆是 Fusion 吗？是跑 Fusion。哦啊 ，Total Body 在这边。对，所以我有一个 idea 了，现在。我看到飞仔那么多，我又有 idea 了。什么 idea？ 又要讲你的 wave 了，看，又要讲他的 wave 了。wave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，有他的 wave。拍好了，拍好了。看哪一集我要插进去 ？OK， 大家拭目以待啊。我看他的 adjust bike。哇，看了，又严重又不严重这样。很怎样讲啊？就很吸引人啊。很细腻，不会很复杂，不会很复杂，很简单啦，就看到很简单，比较 OK 看到，而且你看啊，全部为了 lower 啊，他把这个啊，stand 啊，他切掉，割短了，割短，不然你这样长，你们都不是倒了吗？所以全部是他手工来的，这是 one wave 加机的，真的， one wave 加机的，跟你，不过这两摩托啦，我看到啦，这有待再加强多点，跟你。跟我们跟你好像不同风格嘞，这个风格，我那是马来西亚路，马来西亚路不是东马斯克路，东马斯克路。OK， 他还有装，我看他还有装一个 meter 在这边哦。这个，这什么？这是 walk meter， 看电池。对。给你看一下他的车包啊。有特别没？他车包啊？他的车包也会有特别的呗？一个洞。我不明白，反正你要来可以养鱼的。可以装酒啊！你有弄成一个洞是为什么？偷青哈！偷青，这个偷青。然后呢，我很佩服他，他把电箱改了后面这边。本来因为 Fusion 的电箱是在这里前面这边的。哦，他跟我们的位相差了，所以他把它改成来这边。哦，你看这边一个洞。哦，就是玩矮的路线，走路的路线，架的时候也好架了。看一下坐上去的姿势，有点驼背喽。真的是有哎、欸，有泰有泰国风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在泰国的摩托，泰国的摩托啊。OK， 现在去试车。还有改什么车呢？开电板。我第一那个有开掉了。开电板。电板还有。他开电板还有 black coin。black coin。这里有。看到了。该有看到，该有拍到了。
然后他电板自己开了。哇，他在你厉害，电板都会自己开啊！教一下我嘞。OK， 因为他是属于原装啦。嗯，改一些原装的比赛，走一些像泰路比较合。他只是玩外表，比较注重外表啦。注重外表。嗯，其实玩外表也是不错的，不需要亮，经典原装原装老驾嘛。对。对啊。嗯。现在就是小 C 段啦，就是原装啊。对。我叫他朋友是哦，我看他怎样去驾，这样矮的摩托，这样矮的摩托是吧？对。嗯。下天啊。大概看了他朋友小试一段啦，挑的路啦，觉得我佩服他咯，怎样去教咯？然后为什么掰再用回原装？因为他用了 SD 膜。哎，好，因为用了 SD 膜，然后耐热，你在 KL 你塞车走走停停都 OK。嗯，耐热，耐热，真热不错。我们哥的摩托也在用着。大姐的摩托也在用着。大姐的摩托在用着，所以我极力推荐你们去用，真的很不错，这两个。OK。So, 我们的视频，嗯，差不多也到此为止，因为我很赶啊，我来不了几天，嗯、因为一直在想，因为都是要去拍很多摩托、嗯，所以你们尽情的期待我、嗯、做好视频，我上传，嗯，然后你再观看。OK， 喜欢我视频呢，大力分享，支持下摆在，嗯，在家里 tag 他出来，每天就在 tag 他，我要看他可以每天 keep 多少张照片出来。OK， 好，这样我们的视频就到此为止，我们要去下一站了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